精神医疗院所外停满了员工车辆，门口陆续有人正常进出，看似没有异状，但现在却传出了院内爆发群聚感染。我没有听说，是讲较无差，唔是住家附近，拢住伫顶馆。对，住在附近的居民似乎没有听说这样的消息，但基隆市政府卫生局长证实这项消息。5月1号一直到5月26号，总共有108位确诊。那有17位工作人员，有91位的住民，那大概情形是这样。就他们通报的流程啊，跟处置方式，卫生局这边有没有监测？我们常常在监测啊，对他哪一天没有通报的会，对他只要有快筛阳，他就通报上来，因为所有的住民啊，工作人员是一定要能够正常工作，一定要每天筛检。那住民的话，我们是固定时间监测，那有症状他们当然要筛检，所以只要是快筛阳性，他们就会通报上来。所以整个局长讲到100多个确诊者，目前剩下多少个确诊者？那108位确诊里面解隔的，一定有39位住民，有7位工作人员。换句话说，接近一半已经解隔了。至于有居民看到有救护车到医院接送院民，主要是因为血氧降低，采取必要的措施。那住民是每3天要监测一次，然后根据这样子，那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加强做一个监测。然后断断续续一直，我们知道奥密克戎感染性非常的快，尤其在这种机构有群聚的时候，这种感染性会比较快，所以他的感染性一直从5月1号断断续续都有人感染，一直到了5月26号。那5月26号，因为里面有一个住民，因为他们在监测。那事实上，这个医院的机构群聚，精神科医院的机构群聚，他们的医护的量人是够的，所以我们才那个就地安置，然后进入居家照护。这样子的话，他们也可以使用抗病毒的一个药物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有一个住民，因为他的血氧有掉，所以这时候，我们就把他那个安排转送长庚，因为血氧掉的话，这个情况至少是中症。中症的一个问题。那卫生局强调，从5月1号到26号，医院累计有108人确诊，但有超过半数都已经解隔。院方配合卫生局的措施，全力防堵疫情扩散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